这一期讲解的姓氏是郑姓。郑姓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姓氏，主要源自子姓、姜姓、姬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周朝的郑桓公为姬姓郑氏得姓始祖，郑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七位。至2006年，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按人口排序，郑姓在中国大陆为第21大姓，在台湾地区是第12大姓。大陆郑姓人口约为936万，约占大陆总人口的 0.78%。 起源始祖主要源流一，源于姬姓，以国号为氏，出自周宣王之弟姬友的封地郑国，元祖为郑桓公。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郑国灭亡后散居于京（今河南荥阳荆襄城）至今荥阳西，即今河南郑州东，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等地。为纪念故国，郑国人相继改姓为郑，自此郑姓诞生。二，源自子姓，出自商王武丁之子子殿之后，子殿也称殿侯，以主持祭奠用酒而得名。魏商朝一方国，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子姓郑国也随之灭亡。周人迁子姓郑人到渭水上游，约在今陕西宝鸡附近。三，源自姜姓，出自姜太公之后，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姜太公之少子景叔于郑，以统治子姓郑人，史称西郑，故城在今陕西凤翔县。周穆王夺西郑为夏都，姜姓郑国灭亡，国人姓殿景氏，或谓郑景氏，亦即郑氏。四，源于地名，以居邑名称为氏，出自古包国附庸之邑南郑。韩哀侯灭了郑国后，郑国亡族，国民逃迁至陕西汉中地区，以故国之名再建了一个小方国，史称南郑，并以故国名为姓氏，称郑氏。五，源于改姓而来，朝鲜族改郑姓，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第三代国王朴如礼执政时期，开始仿汉制分封授姓，其中的真支部被封郑氏。蒙古族改郑姓，属于以帝王赐姓为氏。蒙古族保里吉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多为郑氏、保氏、李氏、吉氏等。蒙古族郑讷鲁特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即为郑氏。裕固族改姓郑姓，裕固族曾思恩氏，原称曾思恩氏、曾可思氏，因姓氏过于繁复，后多简化成汉姓为郑氏。帕尼族改姓郑姓，明朝弘治初年，知府陈胜把百家姓中开始两句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个姓氏分别让当地的土司使用，哈尼族从此才有了郑氏。后来一些哈尼族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受汉文化的影响，也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汉字郑，成为哈尼族郑氏的新成员。满族改姓郑姓，满族即李氏，亦称季李氏，世居奴夷，今俄罗斯萨哈林岛长白山区、占尼河、今吉林梨树叶赫河支流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郑氏。郑家氏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布鲁胁，后逐渐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沈阳。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即为郑氏。毕鲁氏，亦称毕鲁氏，
毕鹿氏，氏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叶赫乡。乌拉，今吉林永吉。扎库木，今辽宁新兵伊勒登河西岸、黑龙江沿岸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正氏。得姓始祖郑桓公。前771年，西周时郑国的建立者。姓姬名友，周宣王之弟。周幽王当政时，郑桓公预感到西周将亡，听从太史伯建议，于周幽王9年（前773年）部族、家属等东迁到洛邑以东，建立新郑国，都城在今河南省新郑。犬戎攻破西周时被杀。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诸侯以国为氏，因此郑桓公被认为是姬姓郑氏始祖。迁徙传播，先秦时期郑姓主要分布于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其中山东郑姓源于丙的今费城，为元郑国派驻人员的后代。战国时期开始进入四川、山西、山东、河北等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动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形成中原人口向南图迁。晋永嘉元年307年南迁始祖郑祥，曾任吴国车骑长史、平南将军，后出任东安太守，镇守丹阳。郑祥次子郑昭为东晋龙骧将军，封开国侯，率兵入闽，称入闽始祖。至唐末，中原南下福建移民，大批郑姓先民定居于福建，郑姓的中心开始在东南沿海形成。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进入了台湾，概况中国人民大词典收入了郑姓历代名人494名，占名人总数的1.09%，排在名人姓氏的15位。郑姓的著名文学家占中国历代文学家总数的1.31%，排在第12位。郑姓的著名医学家占中国历代医学家总数的1.23%，排在第18位。郑和，明代，1371年到1433年，籍贯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主要成就航海家。郑成功，明末清初1624年到1662年，籍贯福建泉州南安，主要成就民族英雄。郑板桥，1693年第1765期，原名郑燮，字克柔，号李安，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官山东范县，为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郑姓的讲解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感觉还不错的话，记得订阅分享哦。